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您那边是宠物方舱吗？啊，是的，有什么可以帮您吗？我有可能会被隔离，请问我可以把我的宠物送到您那边免费寄养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是这样啊，就是如果社区通知你要隔离了，就跟我们及时取得联系，然后我们的志愿者就会上门接送宠物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嗯，好，没事，您再见。接到了，接到了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要回去了。OK 了，全都装好了，行李也到位了。主要是因为长沙疫情突然就来了，然后像我们自己也是养宠物养了这么多年，所以我们就说来做一个这样的公益活动，起码让家人在去隔离的时候可以放心他的猫猫狗狗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全免费的。每天早上的10点钟左右，我就会带他们到下面这个户外的草坪里面来活动。然后我在那个草坪里和在房间里都会打开我们的那个手机直播，他们主人随时随地都可以，通过这个直播在手机上看到他们自己家的宠物。